点击。好，大家好。我们叶院长，谢谢谢谢校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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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林研究员建武是台大经济系主任，黄研究员景堂，台大历史系教授，杨研究员敏华是政大经济系的首席所长，好，黄研究员静华是成大工程院院长，林研究员龙灿是保险公司总经理，院长好，好，跟研究员方福，院长中科技是的。啊，你研究你自己，一年六月，啊，现场最最熟，好，明年我准备上台，作为教育部军事师长，邱宇队女兵，女兵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们专会先生，啊，蔡研究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请坐一下，好，报告院长，国画班。第一期研究员今天有一个跟院长来见面，他们都非常够就国家发展跟政策也是我们这一次研习的这个主题啊。那我就不耽搁大家的时间了，我们首先是请院长来讲话。两位副院长各位我们算是同学了哈，对，大家午安。首先我就非常诚恳的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行政院，大家参加我们的国画班。我知道各位都是不管是学术界或者在公务部门或者在企业界啊，都是我们国内一属的俊彦，都是精英。参加在推动在推动的大方向大原则，那政委会借这个机会了解到我们各行各业大家的想法，提到公务体系，然后能够这个改变公务体系让公务体系。在开训的时候，因为我做接近那个安排我想我讲话应该是透过等一下交谈互动，也互相这个了解之外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提出来，我借这个机会可以。向大家说明说政府为什么这样出，我想借这样的互动，对于对各位参加这个研究班应该会有所帮助。